这一块血块刚好靠近子宫颈，这一块这一块，这就是胎盘向吸盘吸的，然后掀起来。当然，它如果一直靠过去的话，小孩子就会影响。哦，血块在这里，还蛮大一块的。这是胎盘嘛，掀起来，从这里掀起来。我小孩子是 OK 了。